哎，大卢布接五级飙车去了，小仔仔，爸爸来教你做人。哦吼，裸奔，允任性，你好呀，拜拜，捡一下，大卢布，厉害了，叫帮手来了。努力一下也 A 了，但是有问题。被戳死了，疯子的魂章碎片，他捡了一个我的魂章碎片。他是第一下打到有伤害，第二下就把我戳死了，他这人很讲究啊。拜拜，大卢布戳，拜拜，允任性你好，走走走走，放起来标吧，在干嘛呢？嘿，打出资金来了。我的天！哇，一次性半年，戳！来，哇，都残血了。洋洋你好，拜拜。刚才。我被爆了三个，他被爆了两个，不好意思，刚才太紧张了，所以都没有解说。啊，我为什么这个战力又掉了？我没有好装备了，好像。这个战力又掉了几千，那、哎、太不爽了吧？怎么玩就是玩成这屌样？交几血？回家呀！妈的，什么鸡网络？125的 ping， 这 ping 玩个鸡巴呀！我如果用移动网络的话，这屏幕就投不上来。但我家 WiFi 有问题，是有 boss 刷了，我们接着砍。好，他来了，砍完戳，他死了。哇，这一刀烈火够他吃的。凭什么我们没有戳死他？凭什么我没有戳死他？我真的是想拼一下的。我看的是我先 A 他第一下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觉得第二下肯定是我有优势。啊、凭什么我这一下又没有 A 上？已锁定战天独罪。好，他被我打死了。但是没有捡起来。天选之人怎么什么特效都没有，在这晃里晃去的。这锁定好像是有点用啊。呀，可惜我来晚了，那血量加太慢了，没办法。我靠，捡了一个东西，但是有问题。这还是要切换的，这个锁定有毛的用处啊！背包里装备不够了呀，你看，这都是缺位，后面些装备好像这电脑也看不上，也不会爆，你知道吧？后面些三转装备都不会爆的，这样多拿几件十四转出来撑撑场面，不然我怕我好装备都被爆了。OK， 一刀砍得很爽。我死了，这一刀我的问题。啊，这个又被他打死了。我日，戳！哇，这一下我又
没血了，真的不能让他打第二下。这种就打不着他，好奇怪。他凭什么就打得着我？我凭什么就打不着他？因为他回城把我伤害给骗走了吗？这玩个嘚儿啊！啊，我打他半血。你看，我也是有能力打他半血的哦。我打他半血，他又打我那么多血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就不掉血？他到底是何方神圣？被他抢了！你看我这刀，能不能砍他一点血？来，这又掉了清华战戒。这个还不错，好像反手打的输就打的会更快一些，反手打的话会更快一些。哎，这个躲了。好，真是，他被打残血回去了。不然追着人家打，经常就是被先打一套，好像反手会更厉害一些。死了，终于死了！四幽战戒14转几星？四幽战戒14转三星，还行，终于爆了点装备给我平衡了一下。好，又死了，再捡起来，哇，舒服，这才是游戏吗？怎么又来一个半年一次？我靠！这很烦人啊！又死了！哎呀，刚才把幻之令牌都取出来了，所以现在可以升一级，有2100个，然后再下面的话就得要3000个了。这里这两个也可以升下，怒之令牌升一级，升加了3000，天之令牌强化一下。也加了哦，加了5000，哇，这个好爽！小虾米你好呀，谢谢。呀，真的是醉呀！哇，就死了？花2块钱复活，怎么就死了？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！哎，怎么又死了？怎么还这样？点不着呀！啊，怎么一刀又死了？别人掉了6件装备，可还行？啊，他比我厉害了，我知道了，他这儿点数捐献的比我多，怪不得他那么厉害，啊，挺嚣张的，不错不错不错，等我治你啊，对吧？哈、啊，怪不得他是一刀可以把我秒了，就是因为他把这个点满了，所以我和他差距还是真的不小，需要慢慢搞。啊，他也在抓，他也在升，是吧？我还有20万元宝，可以再和你折腾一下。还是不停，有意思。靠，为什么和他有那么大差距？我这个战力还比他高呢，这虚战虚的也太厉害了吧！这人至少无论他是不是托。他真的很会玩，我感觉和当年那兔子是一样的。
好，又来了，可能是他那个，申请的那个钻石到账了，所以又可以和我干了是吧？我就赌他是不是这个正常玩家。刚竟然被他连杀三次，就一刀就没有了。这点一下他妈的就是一块钱。好，高达100。如果没有这排行第一啊，我见他我就得跑。然后我们都在这儿花了4000多了，明天就重置了是吧？看今天晚上，今天我应该去休息一下，然后明天再来，明天再来揍他，过了12点再来揍他。这人有点猛，我真的还没有去问他是不是一个托，真得去问一下。好，高你100。不挣扎了，来发一个问号，4450，比他高了40块钱，啊，比我高了呀。老王图又变高了，怎么的？他昨天是第三名，真线昨天是霸天。八刀是第二名，他是第三名。昨天打他，昨天晚上打他，打的是真好打。今天就不好打，他是第二名，这差距真的不小。好，4800块钱，我还有1300，啊，直播前我就赌，哈，他如果要干，就把这1300干了。我是第一，还可以跟他干一下。啊，不是第一的话还干不了。啊，我也残血了，他残血了。好，我们都残血。哎呀，哎呀，疼啊！那就应该去偏个技能。谁先打谁就吃亏。我的天哪！我靠！没戳到。他为什么要这样频繁的卡？就是因为回城的时候前后有无敌，你知道吧？砍了别人还可以跑，然后像我这样我就无敌了，这技能也骗了，运气好还可以有个输出，你知道吧？哎，互相砍了一刀，他有没有砍到我？我就砍他一刀，哎，我残血了，这打不打这 boss 已经无所谓了，这 boss 就40血。这两血，好，他残了，好，这个是他的归属啊，他又残了，哦，刚刚那 boss 虽然是我杀的，但是归属是他的，就来了呀，来了小弟，这回城真的是回城大法好。他戳的是真的歪，这下
这刀就砍不着人。哎呀，传身内衬，哇，可惜被我捡到了。来，让我砍一刀。他一下就回城了，结果这游戏我感觉比我想象的还需要玩的时间更长一点，原本我想的玩的越底，但是我想把他们所有人的这个东西都爆了。半年，哇！你看，这就是会存在打不着的情况。半年打我根本就不痛的，我靠，两个人你们就自己分吧，感觉高他100万战力才有可能打赢他。我这是有多了15%的攻击，多了3%的生命，死亡掉落降低5%。就相比他来说是这样，其实差距也不大，就是生命多了5%的生命，我就那一丝生命很管用的。但是现在我也戳不死他了，反正他每天我就看着他，如果不花钱，他就等着被揍吧。